你丢的包厢比市场较大声。哦，咱关议会吴定和议员，林雷议员哈，代表会咱丁仁辉代表，林顺来代表哈，不然公立的里长理事长咱这个金志杰福德庙哈，三线江咱战先哈里长，当阿庙林主委啦哈。这个庙哈，咱陈理事长哈，苏梅，咱各位乡亲士官，这段时间哈，大家拢提心吊胆，尤其今仔开学日吼，咱准备的工作非常的多啦，除了你下下的应变安尼哈，咱陆续看到讲，这个过程，咱台湾一旦你这个疫情哈，的控制点头，算讲得着。这个全世界真大的肯定，无你甲看讲哦，韩国甲日本啊，即马差不多是十个条啦，吼、哦，咱了有法度维持你一个上好的这款生活环境内底，这吼、爱需要咱乡亲哈，甲政府共同来配合，咱家己的一寡生活习惯，如果嘛会当这个做哦较落实的哈、哦，就是讲你。车顶吼，像讲咱也要去台北吼、你坐首都格马兰坐火车，咱讲密闭式的空间吼，像讲咱着口罩吼爱挂一个啦吼、你若去开放式的吼，像讲今仔日这个话着拢惊讲我着有当时酷酷扫惊去人感染着啊啥呀，咱着吼无去挂一个安尼，当然啦即马这个稳定量慢慢你已经你这个提升啊吼。咱伫即个生活环境内底，咱就是讲要呼吁大家爱来生活卫生，即、这个做哦较落实的吼，就我讲避免咱即、这个武汉肺炎对咱的威胁，即、这个威胁有影哦，甲即摆还无解药，所以也咱大家拢提心吊胆。你若做好吼，我莫有感染着吼，安尼上无咯，咱有法度上安心啦吼。有诶感染着，渐渐有影，嘛讲像医学咧报道，好了后，佫会佫病变吼，哇，即就咱就会互咱真担心啦。所以上好是安那，拢莫甲咱卡着安尼吼，咱有抵抗力，家己身体调养好，过来卫生做好。即摆来讲洗手就是讲生活习惯最上重要吼、洗手生活习惯上重要。所以咱即个万万集团吼、提供。咱宜兰市有五台即款互咱要洗手的抗菌液吼，即个通500cc，有一台咱留伫市场内底用，伫市场内底用就是讲提供市场所有的摊商，迄个就是讲因为市场咱有几啊百台的摊商爱去使用，所以迄个咱就无对外佫开放，无安尼变做咱的民众要来咱免无用尔，吼，所以咱再来协调讲。咱哩宜兰市差不多是分配哩东西南北区的这个较好停车空间较有够的标语吼，来做咱这个抗菌液这款的提供，来互咱的民众吼，大家通共同来防疫啦。所以你今日足感谢咱这个标语吼，共同来参与。咱就近咱的里长吼，咱理事长，马上呼吁乡亲依照咱的时间。来遮领厝安尼，互咱大家拢会当，你这段时间来避免病毒对咱的威胁，互咱会当共同度过这个时期，嘛解药做着，也是讲有可能较热天的时阵，这病菌就会较袂安尼对咱威胁的时阵赶紧甲度过安尼吼，度过咱再次感谢即届。会当得到旺旺集团伫咱宜兰市的投入吼，投入提供设备，佫来提供遮尔好的即、这个材料吼、包括即个抗菌力嘛是拢即、这个咱即、这个省心人士提供的啦吼，拢共阮提供。你遮着爱拜托咱的庙方吼，咱里长。